就各种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有大乘境界，即听闻一句一句发愿众生赞叹众业，布施众欲，是名亦大福报，无量无边。若有非众六界，依福不可为量。福处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无不下士，大乘境界，心者布施众欲，将灭赞叹，恭敬合掌。若无过者，亦非凡者，修报因力，亦作不生，亦更多年，动用不生。不是因为三十善中，相为诸修国王，但不自然相为为王。凡以善法教化诸修国王，福住地藏。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不发愿，所见善根，亦布施众欲，亦修报他施，亦增益境界，乃至一摩、一顶、一沙、一地，如是善事，但有回向法界，是人共业，亦善善中受想行乐。汝但归向自家幻想，亦自心念念，汝是一个即三心受乐。下一一万步，是故地藏布施因缘，依书如是。地行菩萨品第十一。汝是见了地行便不言，世尊，我将释来。将是因为无量菩萨、摩诃萨，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地位，功德众生，是地藏菩萨、摩诃萨，故诸菩萨世间称众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有阳菩提有大因缘，如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弥勒。也化一千心言度五六道，机关上有一劫，是地藏菩萨教化了多一切众生，说法四万劫数，如千百劫应菩萨。世尊，我观未来的天灾众生，无所住处，无南方清净之地，以土丘叠屋，自己堪歇。此中连宿位乃至金文堂体作地藏形象，受有玉玉上美赞叹，是人付出积极十种利益，何等为师？一者土地供养，二者家庭平安，三者先王先天，四者天尊一世，五者师徒四义，六者无随行在，七者披破辟土，八者多绝恶犯，九者出入神火，十者多无受因。世尊，未来世中一切在众生，若没有师祖出方面，足如是用药，即如是业，何必不言？世尊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所住处，有处境界，即菩萨相，是人应转入境界，供养菩萨。我想念也以本心业，为何是人？乃至水火盗贼、大淫小淫，一切恶事，悉皆消灭。不过见了地心，汝大善业，诸行消业，何以故？因无土地，色无入火，乃至草木、沙石、丢马的鬼，各类宝贝，将地已有，皆因汝业。又上青龙地藏菩萨的业之殊，汝之功德，皆以神通，皆千倍上本地行。
若未来世中，彼此人互信无言，共用菩萨，极转佛世间。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书修行者，为本事业利用菩萨，不愿一切灾害及不如一书，即闻无念，何况念修？回答：汝独何时明悟？亦有此观观相，诸天观相，又何时明？何况汝是性缘融合，皆有相对地藏影响，亦转合是本愿结果。自然必定出于苦海，正得同道，以是之故，即大用途。见闻第一品第十二，你是世尊将经文上放入千万亿大无上光，所以大无上光，大别无上光，随无上光，大随无上光，若无上光，大若无上光，知无上光，大知无上光，清无上光，大清无上光，辟无上光，大辟无上光，空无上光，大空无上光，灭无上光，大灭无上光，见无上光，大见无上光，听闻无上光，大听闻无上光，前闻无光，大前闻无光，波轮无光，大波轮无光，涅槃无光，大槃无光，涅槃无光，大涅槃无光，经典无光，大经典无光，海槃无光，大海光，无定相，何故是定无相光？一出二妙音，各自大众，天龙八部，顶辉连接，天我金牛都离天将。千种赞叹地藏菩萨，无边天中利益经书，不思议书，超胜经书，正实地书，必然不退。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书，说是故时，回向于菩萨摩诃萨，莲花世音，上座莲智，阿弥合掌的不言，世尊。是地藏菩萨、摩诃萨，故大慈悲，怜悯罪苦众生，故千万亿世界，化千万亿心，所有功德的不思议微尘之力。我闻世尊无十方无量诸佛，以口动音赞叹地藏菩萨无名，尽诸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说以功德，犹不能尽。向者犹如世尊普故大将，若千勇地藏业经书，为愿世尊为现在以来一切众生，千勇地藏不思议书，念天龙八部，将你一佛，不故观世音菩萨，不如三无世界有大因缘，若天若龙，若男若女，若神若鬼。乃至若多罪苦众生，闻汝名者，见汝名者，愿我汝者，赞叹汝者，是诸众生有无上多，必不退转，上升云天，故修妙乐。因佛处地藏，若未来世中，因诸恶果，亦波罗殿遍作如是布施，亦复无量。敬明为重，不如道孝，必然是佛。何况释凡专门之报，是故地藏普度众生，当无是合。佛处地藏，未来世中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垢不净，尽孝事君，莫发杀淫天怒，殊胜福利，不可回路。福处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佛形象、菩萨形象，
贴纸贵形象，专门往形象，不施重用，必有良福，上来今天修行了福。若能回向佛界，是人福慧不可回顾，福处继宗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大乘经典，亦听闻一句一句，发愿众生赞叹众劫，布施众生，是人亦大福报，无量无边。若能回向佛界，依福不可回顾，福处地藏。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不下施。大善经典，心者布施众生，将彼赞叹，恭敬合掌。若无过者，亦归还者，修报因力，亦作不生，亦劝多年，动用不生。如是因会，三十善中，相为诸修国王，但不自然，相为为王。凡以善法教化诸修恶人，福处地藏。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不发愿所见善根，亦布施众生，亦修报他施，亦增利益业，乃至一摩、一顶、一沙、一地，如是善事，但愿回向佛界。是因共业，亦前世中受相缘故。汝但回向自家幻想，亦自心念念，汝是一个即三心受乐。下一一万步，是故地藏布施因缘，依书如是。地行菩萨品第十一。汝是见了地形便不言，世尊，我将释来，将是因力无量菩萨、摩诃萨，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地位，功德众生，是地藏菩萨、摩诃萨，故诸菩萨世观心中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有阳菩提有大因缘。如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弥勒，亦化一千心灵度五六道，机缘尚有一劫，是地藏菩萨教化了多一切众生，说法四万劫数，如千百劫应菩萨。世尊，我观未来的天灾众生，无所住处，无南方清净之地，以土丘。结果自己看现，是将连缩回乃至金文当地做地藏形象，受有玉玉向你赞叹，是你付出这些十种利益，何等为师？一者土地供养，二者家庭平安，三者仙王升天，四者现存一时，五者思求事宜，六者无需兴灾，七者希望得度，八者杜绝恶患，九者出入尘火，十者得无受因。世尊，未来世中一切在众生，若能有所住处方便，则如是用药，即如是业。何必不言？世尊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所住处，有处经典，皆菩萨相，是人应念转读经典，供养菩萨。我想念也以本心力，为何是人？乃至水火盗贼、大行小行，一切恶事，悉皆消灭。不过见了地形，如大事业，诸行消极，回国仍无脱离，失望如何乃至错误刷旧丢马的鬼，
国语宝贝，兄弟友，家己努力，求上青龙地藏菩萨的念之书，如是功德，结义神通，结千辈上尊的神，若未来世中，彼此人互相努力，供养菩萨，结转法世间，但以地藏本愿经之书修行者。为本事业利用过程，为了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，一文不立，何况灵修？回答：汝独何是灵故？亦有此观观相，诸天观相，用何是灵？何况汝是心灵用何？皆有相对地藏影响，亦转化是本愿经故。自然必定出于苦海，正念动作，以是之故，即大用功。